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法会因由分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己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尔时世尊时着衣持。